走吧，不错。哎，子楠，加油！好。哎，子楠，小严，练着呢。哎，呀，哈哈，我说你俩练的是什么功啊？队长，我们这叫做冥想，看不出来啊。冥想。 这遇到坏人的时候有啥用啊？确实没什么用，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让人随时保持头脑冷静。咱们是警察，关键时候还得靠真功夫。你看，说吧，子楠，那是真本事。一会儿你们俩给我练那个女子防身术去。队长，啊、你咋不练啊？我底子好啊。再说了，当领导的咱得补脑。啊 师傅，您给展示展示。不，你们练，你们练啊！再来一组。师傅来一个啊！再来。练就练，不信是吧？来，歇会儿。看看啊！加油！来，小轮儿，走起！一个，嚯，哥，嚯，哥，队长厉害。 国宝，来一个！我就试试看，之前没玩过。哎呦呦呦呦！起来，行不行？子楠，你试试。加油！您试试。廖岩来，加油！ 五个啊，来，一，师傅，您的腰很强劲啊，那是，都是你师娘给我补的好，嘿嘿，嗯，满满的都是爱，狗粮，哎呀。 队长，你怎么把爱给偷了？秃了吗？没舍得吃。好吧，别贫了。好好练，一会儿有奖励。门口新开了咖啡厅，味道特别好。好的，我是五号男嘉宾。我是郎云。我今年30九岁，离异，有一个女儿。不好意思啊，我不考虑有女儿的。外企的销售。你这么年轻就是一个教授？我说的是销售，不是教授。销售？哦，那你的口才一定非常好。你的耳朵是不好。 那你最喜欢哪部电影？应该是最近新上映的那个《复联4》。那你最喜欢哪个英雄？我觉得超霸。啊？超霸？不是灭霸吗？如果世界只剩下一片黑暗，还会有爱吗？我也喜欢睡觉，咱俩可以一起睡啊。我喜欢成熟的。我也很成熟。那几个都这么说。那你害怕黑暗吗？不怕。 为什么不怕呢？黑暗就跟光明一样，是共同存在的。那你有没有什么艺术类的爱好？有啊，我喜欢打麻将。不好意思啊，你可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哎，我也可以不打的。然后有过4场恋爱，我觉得男生一般都不太喜欢逛街的吧。我喜欢跟我女朋友一起逛街。我今年39岁。 你喜欢艺术之类的东西？你这个人好善变。前女友还说想找个温柔善良的。你喜欢演员啊？之前谈过几次啊？那你岂不是很花痴？喜欢女明星吗？男的喜欢明星都是花痴吗？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低调一些。
麻衣，麻衣，麻衣，别过来，别咬我！麻衣，麻衣，服务员，别咬我！麻衣，服务员，服务员，别咬我！开刀，快开刀，赶紧开刀！麻衣，麻衣，麻衣，别咬我，别咬我！麻衣，麻衣，麻衣，麻衣！麻衣，别咬我！怎么办？他突然晕倒了，好可怕！服务员，别咬，别咬我！老板，太吓人了，老板！怎么办？怎么办？慌什么慌？快叫救护车！什么是黑暗月环？问一下那个经理吧，他的解释应该会更清楚一些。Dark date， 也就是黑暗约会，也有人叫它 blind date， 也就是盲眼约会。这种约会形式最早发源于美国，我们餐厅也是上个月开始才和婚介中心联合推出这种约会形式。在这个只看脸的时代，我们希望倡导一种不见钟情的理念。这黑灯瞎火的，怎么个约会法？是这样的。这边请。一点亮都没有，就这么黑着聊。我们会要求所有参加的嘉宾不可以携带包括打火机、手机在内的任何照明设备。为了防止嘉宾摔倒，我们会在地上放一些荧光棒。那要是两个人看对眼了，不对，应该说是听对眼了，接下来该怎么办？约会结束之后，男嘉宾会将他们心仪的女嘉宾号码记在纸上交给我们，由我们负责进一步处理。本来挺好的事儿，才举办了三次，就发生这事儿。嘉宾人呢？出事之后他们都走了。什么？谁让他们走的？不是，您看，出了这事儿，嘉宾要走，我也拦不住呀。死因是什么？目前我们只能给出呼吸循环衰竭这样的笼统结论，具体是因何而死，还真是无法判断。给抢救留下的时间也太少，只能等待你们解剖的结论了。好，知道了。说。什么？事情比你想象的严重得多，那个五号男嘉宾死了。根据婚恋中心登记的信息显示，死亡的五号男嘉宾叫郎云，今年32岁，是个小有名气的油画家。我们已经打电话通知了死者家属，他们在去医院的路上，身份信息马上就能确认。死者摔倒在地上之前，有什么特别动静吗？他一直在喊蚂蚁，蚂蚁，蚂蚁，对啊，他一直在喊蚂蚁，别咬我，别咬我，而且他的动作就好像一群蚂蚁正在吃他。
可是后来我们开灯看了，一只蚂蚁都没有。他还说了什么？好像就没了，就是挺痛苦的。送上救护车的时候已经晕死了。你看到了什么？也没什么了。对了，他是不是被冻死的呀？冻死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救护车来的时候是我帮着抬的，他一直在发抖，但我们这里是恒温，空调一直25度左右，他就像是被冻死了一样，特别可怕。喂，廖岩。古爸，让医生立刻保留死者血液。保留什么？嫌疑？口水。哦，知道了。等一下。知道了，好，队长。嗯，死者的妻子已经到医院了，正准备确认身份，等他同意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法医鉴定程序了。嗯，什么？嗯，确认死者身份，家属签字，我们好尸检啊。你刚才说死者的妻子？对，妻子。前妻？不是前妻，死者是已婚，是现任。结婚了还出来约会，扯什么蛋呢？你去给我查查，谁负责这事儿？哦，等等，告诉国爸，认识那边，等一下梁麦琪，他妻子的反应很重要。这是怎么了？现在还不能确定，所以需要你签个字，我们才能做尸检。确认了就先签个字吧。然后就知道了是吧？他这是去哪儿了？您丈夫今天下午参加了一个由婚介中心举办的黑暗约会，您知道他为什么去吗？黑暗约会我知道的，他是去采风的，他的职业你们可能不太了解，他只有深入人心，才能画出反映人内心的画。你们不可能理解的。对不起，对不起啊，这的确是我们的疏忽，太相信这些客户了，他填表的时候填的离异，这我们也就相信了，这再多了我们也不好问，那都是人家的隐私。隐私？他填离异你就信？你们就等着挨罚吧。听着，
把你们的客户资料给我，我一个一个的问，搞不清楚谁都别想走。应该的，应该的啊，我们所有嘉宾的资料都是经过仔细遴选过的，男人都是钻石王老五，女人也个个都是。行行行行，别说那些没用的，赶紧给我找资料去。哦，我马上去，马上就去哈。马上去不去？死者的病理并没有太多表现，目前得出的结论也就是医生所说的呼吸循环衰竭。这次的尸检最重要的结论也就是胃内容物和嫌疑的检测结果，不过已经越来越接近我的猜测了。那你的猜测是什么？死者生前曾大声喊麻烦，白人，白人，别咬我，别咬我。我当时初步的判断是某种神经毒素中毒，在濒死的状态下产生幻觉，可现在看很有可能是一种真实的触觉。所以我让医生快速提取了并保存了死者的血液。血液有什么特殊吗？你还记得有一个服务生说这个人好像是被冻死的。他是不是被冻死的呀？他一直在发抖。对，所以死者所中的毒是一种不常见的毒药。廖岩，那杯咖啡残液的检查报告出来了，有十分微弱的无头碱阳性反应。那就对了。无头碱中毒，你们应该还记得一个婚宴上药酒中毒的新闻吧？当时一次意外毒死了十几个人，就是这种中药，名为雪上一枝蒿，民间也叫它魔三转，意思就是说拿着它在汤药中转三圈就可以让人中毒。还有这么厉害的中药？当然，魔三转这个名字有点夸张，但它致命成分就是无头碱，只要0.5克就可以致人死亡。这种毒药味苦，如果磨成粉末，完全可以被黑咖啡的味道和口感给掩盖，而死者当天所点的饮品正好是苦咖啡，这就成功掩盖了毒药的苦味。可是死者咖啡杯中残留的咖啡无头碱检验为什么呈极弱的阳性？无头碱很容易在碱性溶液中遭到分解破坏，咖啡属于弱碱性，而且地面上的咖啡已暴露已久，无头碱的成分已遭到破坏，才只显示微弱的阳性。但无头碱毒物化验检材以尿液和涎液为最佳，抢救医生帮我们及时提取了死者的涎液，并与尸检师所提取的胃内容物相互印证，完美证实了无头碱中毒的结论。涎液，所以你在黑暗餐厅的时候就已经怀疑到无头碱了？因为蚂蚁。白人，白人，别咬我！死者曾经在黑暗中惊恐地高喊蚂蚁，此时他口齿有些不清，那是因为他嘴部麻木了。而另一个服务员曾说，死者在送上救护车时曾大喊冷。无头碱中毒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最先出现唇、舌头、咽喉及口腔的刺麻感，继而全身皮肤发麻，手足有特异的刺痛及移走感，也就是蚂蚁在身上爬、被咬的感觉。还有就是冻死，无头碱中毒继而发展到颜面肌肉和四肢疼的痛性痉挛，以及难以忍受的冷感。当死者被送上救护车时，毒性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然后就是脑缺血和呼吸循环衰竭的死亡。那问题就来了，那死者到底是自杀，还是被别人投的毒，或者仅仅是一起食品安全事故？我觉得自杀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你要自杀，我不会。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要服毒自杀，你会不会在死之前先了解一下药物的毒性反应，选择一种痛苦较小、见效又快的药？那也不一定，如果手上没有别的药又着急死呢？能选择黑暗约会这种特殊场合去自杀的人是不会嫌麻烦去了解乌头碱的药物反应，以至于他都不知道有异帕感，因此才会如此真切的吼叫和拍打蚂蚁。如果是自杀，那么从毒发弥留到死亡一共有1个多小时，其中清醒的时间有半个小时以上，他甚至没有说过一句有意义的话，全程都是惊恐和害怕。所以他是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死了。有道理。那么就简单了，我们先从制作咖啡的人查起。每一杯饮品都是他们亲自点的，也是我亲手做的。我做了6年咖啡，绝对不会出事。投毒，那就更不可能了。这些人我都不认识，而且我也见不到他们。不信的话，你们可以看监控。你刚才不是说，每一杯咖啡都是他们亲自点的吗？对啊，是亲自点的。
他们把要求写在单子上，由我来做，再由服务员端到每个嘉宾手中。这怎么可能啊？在黑暗当中送到每个人的手上。你是说每一杯的咖啡贴纸上也是可以发光的？对，就是这样。所有的标签都是我贴上去的，但是绝对不会出错。这是他们的饮料单，你可以问问他们收到的是不是自己事先点的那些。这些饮品什么时候上？约会开始呢，我就开始做，大约十几分钟就可以端上桌了。为什么只有五杯？我们只负责给男嘉宾端上桌，他们不能动，只能乖乖地坐在那里，但是女嘉宾可以随意动，想喝的话自助拿饮品就行了。就是说你们靠夜视仪来进行服务的啊？是的。那怎么就两个呀？哦，对不起啊。是这样，这样做是为了弱化服务人员的存在感，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不打扰到嘉宾，让他们安心交流。所以服务员除了送饮品或者被教导，是不允许在黑暗中走动的。好，我们分别进行询问。五号嘉宾倒地是我先发现的，因为我听到了玻璃破碎的声音，我怕扎到嘉宾的脚，所以我就赶紧冲了过去。结果我用夜视仪一看的时候，发现五号嘉宾倒在地上，我觉得这事儿挺严重的，然后我赶紧叫人开了灯。我可以看一下你的夜视仪吗？谢谢。听说那咖啡是你送过去的？对，所有的咖啡都是我送上桌的。靠着夜视仪吗？这个还真不是，因为荧光牌在夜视仪里反光特别严重，什么都看不清，所以我就用肉眼对着荧光桌号送就行了。等我送完饮品之后，我再带上夜视仪。我是负责服务女嘉宾的。我说你这个夜视镜和那个人不一样。我原来那个坏掉了，老板临时给我换了个新的。热成像。我想问你一下，你是怎么分辨出几号嘉宾的？我们的耳朵都特灵，说到变方向，我比外头那俩都强。这些方位我特别熟，因为男嘉宾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出事的时候我就在五号旁边。那你都听到什么了？就听他和女嘉宾瞎聊呗，感觉他做事挺装的，说话也都挺装的。具体点。他和每个女的都说一句话，如果世界一片黑暗，你还会有爱的欲望吗？当时就把那些女嘉宾聊得都特烦的，我当时都想跟她说一句话，我想说我的世界就一片黑暗，我就还有爱的欲望吗？还挺强烈的。哦，对了，
我为什么说他做事特别装呢？他在那喝个咖啡跟喝红酒似的，一个劲的在那摇。你怎么知道他在摇啊？那杯里有冰块，冰块撞杯的声音啊。凶手模糊投毒的时间方法就是冰块，这是我小时候读过的第一个推理小说，凶手可能也看过。死者郎云所点的饮品是杯常温美式，咖啡师说他也的确为他做了杯常温美式，吧台监控也能证明这一点。可当盲人在他身旁时，却听到他手中拿着的是一杯加了冰的美式。郎云没有抱怨，可能是因为修养。黑暗约会是在晚上7点多的时候开始的，十几分钟后所有饮品做好了，服务员小李推着小车将所有饮品送到各桌上。此时郎云手中已拿着这杯加了冰的咖啡，也就是说服务员小李推着饮品车进入黑暗餐厅的路上是最容易被下毒的时间。可郎云毒发的时间是晚上8点半左右，那个时候黑暗约会已经接近尾声了呀。一个普通的冰块在25度常温水中完全融化大概需要多长时间？20分钟左右。那如果是一块中空的冰块，从冰块溶解到无头茧析出需要的时间应该更短，那为什么郎云会在8点半才毒发身亡？无头茧在人体内毒发最快需要10分钟，而中间的时间差也许是因为当这杯咖啡慢变成常温之后，死者才开始喝它。郎云是个极度严谨的人。所有人都有机会下毒，那我们现在如何确定嫌疑人的范围？小董，我让你帮我画的画画完了吗？早就画好了。当猎人让我画这幅画的时候，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了。看完这幅图，嫌疑人有可能是谁，一目了然。这是黑暗餐厅内活动的所有人员，5张桌子，5个男嘉宾，他们坐在里面不能动，等待着被人选择。人与人之间还有隔断，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办法下毒。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两个人在固定位置上，没人叫服务的话，他们也不可以随意走动。而且他们之间的证词可以互相印证，他们的确不能动。于是可以下毒的人就剩下这些可以随意走动的人。第一个最便于下毒的人就是送饮品的小李，他可以随时随地的下毒。其次就是可以随意走动的五位女嘉宾。6个嫌疑人。服务员小李目前还没审出什么结果，继续控制。现在我们要会会另外5个嫌疑人，就是那5个女嘉宾。是一个极度严谨的人，他对光、色彩、温度的要求都很高。他一直是画人物的，但是从2个月前开始，他突然决定要创造一组关于黑暗系列的作品。他近期情绪上有什么变化吗？从他开始画黑暗系列，他整个人就变得很阴暗。不过我也已经习惯了他的这种情绪变化，他的情绪总是跟着他的画风在变，他这半辈子都是。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吗？回去再说吧。你不觉得郎云妻子的表现有点奇怪吗？他是不是有点太平静了？那是因为我们平时看惯了遇到灾难时哭天喊地的女人，遇到平静内敛的反而觉得很奇怪。听过心理学上哀伤的5个阶段吗？
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消沉和接受。这五个阶段每个爱上的人都会有，只是长短会因人而异。而郎云的妻子现在就处于第一个阶段，否认。她看起来很平静，是因为她内心拒绝她丈夫已经死亡的现实。没有哭泣是因为没有接受，甚至没有意识到失去。如果你们刚刚看到了她在她丈夫化石中的样子，就会知道她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丈夫已经死了。那你的意思啊，她的妻子没有问题？我只是想说，她的哀伤是真实的。啊，师傅您看，这是郎云的画室。这个是他正在创作的黑暗系列。队长，你要的人带到了。欢迎使用智能摄像机，正在启动，请稍后。这个五号男嘉宾，我没有跟他聊太久，因为我感觉他这个人说话挺做作的，完全没有谈恋爱的意思，连交朋友的意思都没有，但是一个劲儿地问我问题。我们大概聊了有五分钟吧，我感觉他这个人一点诚意都没有，不想跟他浪费时间，所以就换人了。他问你什么问题啊？他问我为什么参加这样的约会，什么是对明亮的生活厌倦了吗？总之都是这种做作的问题，后面的我就没有听了。他急于挖掘别人的内心，但对两个人未来的关系似乎并不感兴趣。总的来说，和他聊天挺压抑的。现在想想啊，他当时对生活就挺绝望的。为什么会这样认为？他问我，如果世界全黑了，你还有爱的欲望吗？他像个诗人，像一个绝望的诗人。非要说的这么文绉绉的吗？你就直接问，关了灯做爱，你接不接受不就完了吗？你说呢？谢谢。啊，我们倒是聊了挺久，聊人生，聊生活的意义，聊家庭观，聊爱情。他说对我的印象挺不错的，不过我觉得他抑郁了，跟我一样。你们抑郁了还有约会的欲望？他为什么来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想来的，要不是家里人和朋友逼着我，没什么意思。你们都聊什么了？我都没开始跟他聊他就死了，当时看那样子挺痛苦的，真可怜。行吧，稍等。勾圈 K 尖二，小童，你很闲吗？头，这样不更直观吗？那还不如弄成同花顺呢，一二三四五，这多好，顺眼多了。梅花尖32岁，是个外企的销售。梅花二35岁，是个大学老师。教什么的？哲学。梅花三是个比较成功的淘宝卖家。卖什么东西啊？成人用品。跟他的气质还挺搭。梅花四，他做了我小时候最梦想的职业。幽默漫画师啊，他之前有个公众号特别出名，但半年前他就不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幽默不起来了呗。对，他说他抑郁了。梅花五，登记的是无业，但他专炒股票和基金。其实是个大富婆。在黑暗约会中，跟死者有接触的五位女嘉宾、四位男嘉宾都查过了，都说他们互不相识，毫无交集。服务员、工作人员也都查了，也什么都查不出来。这个案子真是一片黑暗呐。不是一片黑暗，是一片荧光。